因为我在睡觉，有听到小朋友在哭了。下午，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什么时候听到的？凌晨。凌晨。我是无出来看，我是从窗户看下去，看小朋友躺在外面了。哦。啊，妈妈哭哭。啊，有看到躺在外面。妈妈哭哭起来，那个小动作，他三线地的头发咧，割安尼啦。我昨天早上一直担心他们出事，我一直看小朋友怎么出来玩。啊，平常时到今早伊就是可能饮酒了，身体较歹啊，是啥？无啦，伊拢饮酒就困咯。是对囡仔要求较严格啦，囡仔就是讲几点要睡觉，几点要做什么。像伊一个妈尔咯，我拢唔看伊妈。啊，去罚站，哎呀，去面壁思过啊，就去遐罚卡安尼。没讲拍囡仔是咩？哎呀，无我唔捌看伊拍囡仔。讲到可能夫妻有时候摩擦，然后可能老婆有回娘家的样子，然后可能就小孩跟爸爸可能相处的比较不是那么。